这药只能帮你暂时缓解症状，你可能会感觉昏昏欲睡、头晕、目眩，不能多服。下周三来这儿复查。哦，用药期间不要驾驶车辆。 是，王医生在等您。 这盒子是谁的？是他的。那他呢？ 你想什么呢？叫你这么半天。没什么。你最近怎么总这样啊？成天发什么呆呢？外边冷，进去吧。哎，刚才爸妈来电话了，说让咱们这个周末回家吃饭，顺便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。这周末？ 怎么了？这周末我有事儿。那你什么时间有空啊？现在。不好说。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？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你就是这么想的？咱们能不能不要现在谈这个？东西都收拾好了没？收拾好了就走吧。 那天我还故意让他在门外等了好久。现在为大家送上歌手马哥带来的最新单曲《回来》。 回来我身边，让我。
不要偷吃我的糖哦。真难吃。原来我身边让我亲吻你的脸。你找什么呢？交织的梦那么纠结。李周，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被别人拿错吗？不会。你男朋友不是很爱吃糖吗？他不会吃错吗？如果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让我陪你把这段路走完，我会每天都按时的下班，每个清晨吃你做的早餐。如果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让我约你在老地方见，我手中的玫瑰一定绚烂，握你的手一定温暖。爱人啊，别哭泣，不是我不爱你。
着你，你身